US officials say that Russia has asked China for military. 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现的文件、图片、实物等证据，美方只用一句虚假信息搪塞过去，难以交代，难以服众。乌克兰境内生物军事活动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关切。根据日前公开披露的消息，乌克兰境内数十座生物实验室是按照美国国防部命令运行的。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活动投入已超过$2亿。美国有关研究目的是为致命病毒病原体的隐蔽传播建立机制。根据美方2021年底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文件，美方在乌克兰有26处实验室等合作设施。我们不禁要问，美方到底有没有派人？具体的活动范围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有多少个合作设施？公共卫生领域有什么敏感信息不得公开？